第一遍还是唱，然后这段我想的是想找一个像就模仿一下周璇那种唱法的东西放，把你整首歌的气氛和音色破一下，要不然就一直是在一个中低频中低频，因为刚才我今天唱题，对，那我们就前面唱 OK。送别大家会唱吧，会唱，要听萱萱老师唱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。